喂，你好，我是蔡英文。我是总统蔡英文啊，你没有听错，我真的觉得是假？蔡英文，真的真的真真的假？总统打给我？的，没错。不小心傻眼哈出来，根本不敢相信，真的是总统打来拜票。总统要投给我们二号的赖清德跟萧美琴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会啊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直都在支持我们固台湾的政党跟候选人。还有总统，我是从新北市长就开始一直投给你，谢谢，我超喜欢你的。谢谢。立委要拜托投给三号的张宏禄哦。好，我们家板桥就有13票了。哇，我们也会继续拉票的。欸，我们还有那个第三张票哎。哦，我知道啊，就是政党票6号，民进党。哦，你就甘心呗。女粉丝电话中真情告白，但没想到最后一刻还在怀疑市场骗局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真的是总统吗？啊，我真的是总统啦。真的吗？没有骗你，没有骗你，这不是诈骗电话。好好好，有趣互动全程直播放送，新北板桥西区选情焦灼，蔡英文力挺系属张宏禄政绩，而对手林国春则是由台北市长蒋万安跨县市助阵扫街。生意兴隆哦，生意兴隆。谢谢，你好，林国春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啊，真都出兵了。婆妈热情抢着握手，还比出加油手势。蒋万安陪走市场，引起骚动，很有宣传效果。韩流来，板桥选情打得火热。三立新闻郭毅轩、曾家轩、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